時候咧，捉完嘅時候，佢哋就會用佢嘅手咧捉住。記唔記得就可以發揮到一個馬戲，尤其是呢個。好多時候佢哋打壁得咧，但係好多人分唔準嘅。如果你呢個手出嚟咧，你只係攞住個馬戲。OK， 如果你兩個手一齊出嚟，就係一個馬戲。而家佢只係咧零 ，OK， 都包括咗全部同埋等等。當一個人打出嚟嘅時候，所以你拍底佢哋嘅時候，佢哋會錯；但係去到拍底嘅時候，佢哋會拍到，我哋會拍到四個字。所以他們一開始他們就用這個方式的時候，他們都不知道。